局，爱哭鬼上了呀。哎，木头，二哭鬼来了。啊，现在终于换了另外一个这个监管者上了。对，刚刚也说了，就是木童的这个爱哭鬼啊，也是算是半手绝活吧。嗯，没错。就是还是打得非常的优秀的。开局看到了这个国王了，那幽人羽不会这个时候就开始他还选择追一下幽人羽。但我们发现这边的体系是没有变，还是医生、咒术、佣兵的这样一个配合。但这一局的话，百度这边被找到的比较快，而且受伤也比较快。嗯。然后我们看一下电机密码机的一个破译进度，双方现在都有在修，但是蓝色这边是持续不断的修，而红色方好像修了50%以后停下了，可能是需要去给队友做一个支撑。是，那么另外有一点能让爱哭鬼，哇，这边一个秒拉火拿到了，对，而且爱哭鬼是手乙流啊，手乙流的话这个救人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呀。对，他就是抓得快，守的还有还是能守得牢。对，还是能守得牢。而且的话这个另外一边的话就被追的一直是佣人羽，佣人羽现在不被追还被回满了，还能攒了两只猴。是的啊，看一下这边，而这边910他作为国王的话现在还是蛮安全的。嗯，没错，比较健康啊，加速啊，交了一个打倒的咒术，击倒的速度非常快。嗯啊，这边佣兵的状态也不那么的健康。对，我们就可以从两边的一个骑士的存在感就可以看到两边所攻击输出的一个效果了。因为牧童说这边明显爱哭鬼是要多打好多，但是杨大侠这边也是马上赶了上来。嗯，没错，看到邦邦的话现在追击的也很快，现在910已经是处于一个马上后来居上，我这一口算是直接击倒了910了。哇，这击倒速其实两方击倒速都是一样的。对，两边现在都处于一个要倒的状态。对对对，直接就已经把这个财不是910已经挂上了，那是的，很多人也倒了，拿了一个火加速，躲了一枪，敲了一枪，应该是躲掉了，躲得非常漂亮。这样的话两边其实现在都处于一个比较军事的状态，但是从破译进度叔叔你发现没有，对，蓝方永远相较比较快一些。对，但还是就是如果说现在破译如果能够再修一轮，不算这一次上官，比如说现在没有时间修，因为要救国王嘛，那么救完以后有因为有盾有一波缓冲期，如果缓冲期能够把破译进度再追上来，下一波救人可能就可以配好大心脏了。对的。嗯，哇，这边910已经是即将要过半了呀，那这里不救吗？救，哎，救下来了，毕竟刚想说救邦邦的人其实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嗯，哎，这里救下来以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时间去破译啊。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蓝色方这边咒术和医生两个人其实还是比较残的一个状态，可能还要保一下本方的国王，先给国王喝口酒。没错，那另外一方的话其实佣兵之前还没有上过乙啊，那这因为是完全是还有监管者队友的一个帮助。是的，监管者队友一直想去帮忙卡一下位置，然后骑士和侍卫一起双双联手去保他们的国王。其实牧童前期他的一个比较快了，爱哭鬼刷人真的非常非常快。哎，这里又开始了，大侠还想帮忙抢个床。那这里狂哥有牛仔，勾能不能勾？一勾好像没勾中，一刀虽然没打中，但是一勾没勾中，那至少是可以确保一个稳定上挂。而本方的国王蓝色方910这边的佣兵也是好像慢慢的稳了下来，一口酒喝上以后，现在有球有针，哎，满了，来个火看一下。这里红色方要救人，牧童这边是被孤到。有盾想要来帮忙扛刀，没有扛中，但是没有关系啊，有一个盾，毕竟这个盾时间上面还是能够帮忙来补一手的。那这边杨大侠在追这个追击可能就有点累了，因为刚才狂哥这边是没有帮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狂哥这边救完人啊，瞬间马上调转枪头来进行一个进攻，就攻守转换很快，是救完一波人马上转枪头去抓这边的一个910。但是也发现狂哥就像个救火队一样啊，左右都要去帮忙。对，以至于他的那个鞭子已经用完了，发现没有？对 对。但是这边摆渡人的这个已经回上状态了呀。是的，牧童虽然前期击的速度攻击速度比较快，但是现在后期不好把他抓到。对，而且你注意这边的一个破译进度299%了。是啊，直接点亮，这里有一刀斩，闪现一刀，哎呀，这刀再补一刀，第二刀补上可以。
那这样的话，这个佣兵可能要倒，而对方反观对方吃一个大心脏的效果，不但有加速，还能回血。是，而且这边的话，狂哥已经没有钩子了，能够安心的把它挂上去。是的，哇，这一波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在讨论的这个破译的一个效果了。重要性，对。不但因为它是对双方都有一个争议的。嗯，没错。好，那么。这里的话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由于这一波的一个破译啊，是直接让蓝色方就是从一个不能算是特别大的劣势吧，本身可能有一点点劣势，因为两边打的其实差不多，但是现在的话感觉就蓝色方已经是全面取得了优势了。首先自己的一个国王是安全的，对，然后对方的国王现在上挂飞，是的，而且他们的队友没有钩子了，现在比较麻烦的狂哥也倒了，那现在只要是好好的躲个咒术的一个电的话呢，还是很舒服的。对，因为牧童这边他的国王也倒了，你看，没有，转牧童这边他没有带金身嘛，所以说确实要去防一手这边的咒术。哎，但是我可以把你这边的牛仔和咒术击倒，我不急。哎，这边是国王来，把那个摆渡人给摸了起来，扶了起来。这手扶还是很关键啊，嗯，就等于说是把船悬崖边拉了回来，嗯，这样的话如果说能够稳住还有机会，还能往后打，双方还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啊，拉锯战咬得非常非常的紧，互相都相互不让的。对，你看这边的话北极星也是被击倒了，那现在他能够放心的去追这个幽人羽了。嗯，哎，这边一个火好像是拉到了，哇，这个火远距离拉火，对，拉到，你觉得会不会是幽人羽帮忙爆点，他在这个位置，你看看见我，然后哎一刀追，好，这边是个地下室，那现在 没故事了呀，没有人，对，没有东西可以帮助，没有人能保了，直接就是一个挂飞，那么这边也是拿回扳回一城，对对对对对，这个托拉四人组，那这边今天就已经拿到第四个分数了呀。对，那双方是战成了1-1啊。是，那在第一局当中是他扳回了一局啊，在杨大侠在强力的掏出了邦邦拿到了一分的一个优势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另外一方是迅速的调整了自己的一个阵容，对啊，选择让牧童去打一个监管，让这个佣人羽去打一个，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这张地图牧童打的比较多，他的爱哭鬼，然后他选择对吧，主动型我来，对，我来，嗯，啊，这个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前期的那个击倒速度，对，不知道什么时候路来，对，来，今天已经不再是我在 Q 了啊，这边我感觉他也挺期待的，我被苏苏感染到了啊。对吧，这个也想看，也想看，对，想看想看，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局比赛的一个积分条，嗯，双方现在是1-1打平了，对，打的是有来有